着期盼着跨越生活的山丘，那未知的路口是否还能有梦的灿烂宇宙。从喧嚣到寂寞，花灯之下的失落，像城市的脉搏，忽明忽暗，一向隐隐作痛。痛的越多，却更多迷惑，再来再去也没有结果。越透彻，越洒脱，最酷世界里的你我。找回自我不过是和生命的契合，就像涓涓细流在交错过，那又如何。重逢在下个路口，横冲直撞，勇敢点燃青春的花火。越失落越陷入沼泽，这首歌唱最初的自我，迎着风努力奔向梦的尽头。姐咨询为您连线，别贫了。我掐指一算，今天你有感情问题要咨询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也知道我忙，我也知道你忙，没有大事咱别联系啊。哎呦，我怎么听着你这话有种抱怨的意思啊？得了，别卖乖子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出去呢。哎呀，这没什么，就是我有一朋友。他在感情里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想找我咨询一下，我也不太懂，就想问问你。那个人就是你吧？不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是我朋友。来，肖老师，衣服。啊。喂。一会儿到了再说吧。行，我先挂了。看着啊，这儿呢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
想玩什么？你在这干嘛？买菜啊。家里冰箱里那么多菜，买什么菜？是吗？我上前头买那胶布，包扎，寄快递。啊，那快递都自带胶布呀？是吗？是啊。你回来干嘛的？我忘了东西。忘什么了？忘了。走了啊。收拾咱这就下楼啊。您坐稳啊，咱就走了。小段啊，哎，最近跟月月还好吧？好着呢。你们俩还常一起看电影吧？看啊，天天都看。那就好。月月啊，他最爱吃红烧肉了。是。下次来，咱们一起吃啊。哦，放心吧，叔叔啊。哎，你怎么还叫叔叔啊？嗨，放心啊，爸。好，放心。那就好。七拐八拐约在这儿，地下党接头啊！姐，我没遇到过这种事儿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打住啊！别跟我来你的朋友系列，你说是谁吧？要不然就是你，是我。我摊上事儿了，我摊上大事儿了，姐，我完蛋了，我这次真的完蛋了，我绝对完蛋了。说重点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不是给你打电话，说我朋友遇到了点感情的问题吗？那个人就是我。啊，段冲的手机里面存了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人叫老领导，他老是半夜的接那个人的电话，还发短信，出去过好几回了。今天早上更是打扮的漂漂亮亮就出门了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呀，我就跟踪他，我一路跟踪到这儿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看见他推着一个老人，那人绝对是他老丈人，一口一个爸，一口一个爸，叫的可亲切了。然后那老人还说什么啊，那个你跟我的闺女啊，怎么怎么着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就在那楼上，他绝对在这还有一个家。姐，我被小三了。藤尔摩斯，哎呦，姐，你别查我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小段，按道理我也接触过几次啊，以我的经验看，他不像是这种人。是我想多了吗？哦，当然我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。哦，哎呦，别闹别闹，让我好好想想。那这事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啊？我好好想想啊。嗯。小小，走。哎，在这儿呢。诺姐，小小，段冲你是知道的，小小是我妹妹。这些年来在北京一直都是我照顾他，当然了，确实他的脑子一阵一阵间歇性短路。所以呢，我就更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、伤害他。这件事情，如果你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从今天以后，你就不要再见小小了。姐，那个老爷子是我前女友他爸爸。你是不是傻？你男朋友跟他前女友联系，你不知道？不是，我前女友已经过世了。
前女友走后，老爷子就得了阿兹海默症，也没人照顾他。虽说我们几个同学在护工不在的时候就轮流照顾他，这事没你们想的那样。姐，打住！姐，下次我一定打住吧。既然是前女友的父亲，为什么手机里存老领导啊？有病。乐姐，退下吧。拜拜。误会了吧？肯定是误会。请您喝杯水消消气。那我给您放着，希望美丽的小小女士不要再生气了。我已经深刻的知道了我的。好好说话，别油腔滑调的。是的，这件事情我知道多多少少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承认错误。还有就是我想告诉你，我跟我前女友本来就是要和平分手，绝对没有您心中想的那么多韩剧的桥段。重复，绝对没有那么多韩剧的桥段。我没有想什么韩剧桥段，这事儿你做的没错，好人好事儿啊。不，我错了，我错就错在不应该让您担心，对不起。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，如果再发生的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开诚布公，我保证。重复，我保证，请您不要再生气了。段冲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本质上你没有做错，我只是不喜欢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让我变成了一个喜欢猜疑的人，我不喜欢猜疑，我也不喜欢我变成这样的人。我希望我们俩以后的感情里能少一些这样的过程，好吗？好的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知道自己错了吗？知道了。所以，我想补偿一下你。刚抓住了几个妖，嘿，又降住了几个魔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？看二老孙去也！今天周末啊，大家都不在公司，带参观参观，走。哎，这原来那咖啡厅呢？改了，程序弄的。你看，这杯子什么的，还有这个玻璃上面写的东西，挺浮夸的哈。这些布置东西都是他说什么企业文化，太浮夸了。哎，对，你看，还有这个摩托车，还有那台，都是我以前开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开摩托车可厉害了，风驰电掣。就是后来把手摔断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两只都断过的。你给我看看。哎呦，内伤看不到了。走走走走，我要带你看个好东西。来，来来来，你看看我的镇宅之宝——恐龙骨，这可是真的霸王龙啊！哇，挺酷的、啊、这个。是吧？真的，花大价钱买的。你吹牛吧？啊，你要真的话，你就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瞒不过你，聪明，冰雪聪明，来。走。嫂子好，嫂子辛苦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。各位听好了，这位就是你们未来老板娘。你们可以不尊重我，但是必须得尊重她，是吧？
然后那个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就走吧。啊，回头找那个程总要一下加班费。走了，把门带上啊。你别，再来个小。嫂子好，嫂子辛苦了。喂，哎，老陆，优传媒的第二笔钱打过来了，我还是转给你前妻的账户。啊，可以。好，有句话呀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你已经可以走了。再说吧。老陆，我了解你。你不适合那种大企业，真的，还不如来美国呢。现在也快过年了，看看孩子，陪陪老婆，有些事啊，都是有转机的，啊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行，挂了啊。老大，忙着呢。嗯。老大好。儿子啊，你在忙着呢吧？我跟你爸想跟你商量点事儿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给我们回个电话。妈，我知道您要说什么。您放心啊，今年过年我一定把您儿媳妇给您带回去，啊。段总，哎，那个刚才我买了两瓶水，这瓶是专门给你买的。谢谢，喝茶就行。都是回家过年的，这才几点呀，都冻成这样。喂妈，哎呀，我这抢着呢，抢票呢，票真的特别难抢。哦，那个我把那个加速包到时候发给你，跟我爸点一下那个。我知道，我这看着买吧啊，我能买到哪个是哪个啊，你甭操心了，嗯，挂了挂了，拜拜。嗯，这个灯还挺长的。买票回家过年啊？嗯。这老家哪儿的呀？哦，绍兴，浙江的。师傅，你是哪儿的？你听不出来我口音啊？我东北的。啊、哦。师傅，您过年不回去啊？哎呀，今年就不回去了。这不过年还能多挣点吗？过完年再说吧。师傅辛苦了。好的，各位同事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那我们公司现在的上市计划呢，也是刻不容缓。我们争取要把这次计划做到完善，做到最好，以防我们到时候上市的时候少一点磕磕碰碰。上面有什么东西？嗯，不早了，回家睡吧。我让小陈送你。我不，我在这等你。别呀，看那架势，
我今天晚上肯定是特别晚，好吧？走，送你，送你回家。别别别，我自己收拾就行，你先去忙吧，啊。在 B 轮投资可以积累的情况。嫂子好，嫂子好，嫂子辛苦了。你们辛苦了啊，也祝你们新年快乐。嫂子新年快乐。好了。接着讲，接着讲。来，我们接着讲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潜在的客户其实特别多。徐小姐，你不去吃饭呀？哎，你们先去吧啊！要不要我们帮你带一份啊？不用，我一会儿就去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拜拜。钱老师，啊，那个我跟我妈说了，我说今年我带你回西安，那我订票行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我这在网上都订着票呢。哎呀，不是订不着吗？春运一票难求，我刚上网看了，咱俩坐飞机回去，大年二十九走也来得及。嗯，那我也得跟我爸妈说一声呀。说呗。那你千万跟叔叔阿姨好好说，这事儿别搞砸了，行吗？早回晚回不都得回是吧？到时候我带你去吃西安最好吃的东西，我带你去玩西安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怎么样？好，拜拜。下一个，哎，您好，那个我想要除夕之前回绍兴的高铁，卧铺硬座都可以。暂时都没有，只有普快的站票了，23个小时，你要吗？那金亭的有吗？或者到宁波、杭州、余姚都行。等一下，金亭宁波的有一班，也是只剩站票了，6个小时，要吗？不好意思，那您等我一下，谢谢谢谢。下一个。26号去成都的票，26号没有票了。那去绵阳的呢？喂，哎妈，小小你票买上了吗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票实在买不上。买不上怎么办呀？今天你不回家了？我回，我肯定回。要不我晚两天，我初二之后回去，那时候票也不紧张了。那怎么行呢？那你在外边过年可不行啊！我想去个西安。段冲他爸妈说想见见我。你疯了吧你！陈小光，你快管完你闺女，我可管不了了我。哎，妈，你别急，我这不跟你商量着呢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去买票去啊，你别管了，拜拜。怎么回事？啊！回来了。哎，宝贝儿，玩的开心吗？啊？嗯。哎，段冲，你把那个手机的那个无线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，别占我那个网。哎，你把那个电脑的网速也关了。我这抢票呢。我那下着文件呢，又不占你网速，不是你干嘛呢？我是抢过年的票，哎呦，
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，我号召身边所有的人帮我点那加速包，我买了最贵的啊，买了最贵的那个抢票了，怎么回事儿？我给你看看，是不是坏了？我瞅瞅，我瞅瞅，别着急啊，13800，还这么多呢，这坏了，简单，取消就行了，那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干嘛呢？干嘛？你干嘛呢？我这都抢了10000，怎么回事啊？取消掉你不就不用排了吗？到时候你买不到回绍兴的票，你跟我回西安不就行了吗？段冲，你呀太坏了！哎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还我的票！不是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不就行？别别别，2万多，我现在前面2万多个人呢，我怎么买呀？我给你买，我上你家开的呀。干嘛呢？妈，怎么了？你们打架呢？我们没打架，我们跳舞呢。啊，小段，我妈给你打招呼呢。小段，你好，你好。妈，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我说你票买上没有？啊，我抢了，我真的抢不着。过年好多人都在抢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买着票的。段冲也帮我抢呢，是吧，段冲？喂，对，发布所有同事一定要把票抢来。阿姨放心啊，一定安全送到。对，抢不到的话你们都没饭吃。对，是的。妈，还有事儿吗？妈跟你说啊，你女孩子你别那么上赶着人家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才认人家几天，你到人家去啊？一年到头妈都见不到你，好不容易盼到过年了，过年是大事，是团圆的日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妈给你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。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放心，马上我就能回去了。你抓紧买票。好。没事，我挂了，妈。行，挂了吧。拜拜，妈。哎。假买假，跟我回西安。文冲，我妈找你。这都没通。买不着，买不着，买不着就跟我回西安。买不着，买不着，买不着就跟我回西安。买不着就跟我回西安。肖老师，买不着。你们再帮我那个点一下。不买，不买，别给我订。哎，小老师，你买不着，你跟我回西安呗，反正也买不着了，票也订不着了，是不是？要不咱一会儿出去吃一顿，缓解缓解心情。我买了回家的票了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不好意思，你们接着忙哈。哎妈，陆总好，老大。吴家的票买到了吗？买到了。老大，这个是您送我的。新年礼物，以资鼓励。这我不能要。团队每个人都有礼物，这个你工作上用得着。那我也不能要。老大，这一年，说实话，我给您惹了不少祸，每回都是您兜着我的。还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要不是公司有规定不能给领导送礼，我
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。老大，提前给您拜个早年，新年快乐，感谢您。回来吗？不回了，我没买到票。哦，没买到就算了，要不也挺折腾的。嗯，就这样吧。爸，宝贝，跟爸爸玩儿开心吗？啊！哎，邓冲，你看我给我爸买的羊绒围巾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给我妈买的护肤品，我妈可喜欢这牌子，高兴坏了，绝对。我哥、舅舅、嫂子，还有这个，给小屁孩的，匡威1970，1970我都没穿过。给舅妈、嫂子、哥哥。怎么办呀，乔老师啊，回趟家这么高兴吗？当然了，过年嘛。过年了，咱俩得十七八天见不着面了。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对我有那么一丝丝不舍？心里堵得慌。一年365天，是不是？你说，我这才十几天见不着，没准等我回来，哎，你觉得我臀小小变漂亮了呢？嗯。我说，哎，乔乔，怎么别帮我妈给你踩着了？问题是，你已经够漂亮了，是吧？不用再漂亮了，再漂亮给谁看？但是回家过年呢，我也没钱。那你是不是也得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啊？行，你说我怎么照顾你？嗯，初三跟我回西安呗。不是我不想跟你回去，但是你说这一年到头的，我爸妈就指着我过年回去这几天好好陪陪他们的。哎，我这倒好，谈了对象忘了娘，我妈肯定伤心死了。那是啊，那我妈也伤心啊，自己辛辛苦苦养了20几年的儿子，魂儿都让人给勾没了。她就是想看看谁家姑娘这么大魅力。去。那行，那你等我先回家，然后我见机行事，行吗？你不用啊，你不用有心理压力，
我爸妈就是想看看我，他们特怂恿，真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爸妈有一小小的古板。嗯，这样，你让我回去想想怎么跟他们说，等我好消息，好吗？你看看你这东西，放七零八落的，拿那么东西干嘛呀？我给我老丈人、老丈母娘买东西都装不下了。明天我给你叫一快递，让快递一块寄回去。本来一个人回家我就够不放心了，形容上这。你，段总，你对我真好。谁让我是你爸爸？那个，临走前要不按个足三里？走吧。吴国际重回公司，级别和权限还查不了账，但他一直在试探公司的底线。最后一季，也就是这个月，他已经追加了三次预算了。第一季刚刚收官，呼声很高，我就没刻意控制。所有的账都在这儿了，我还没拿到财务那儿审核。哎呀，之前公司确实是屈才了，委屈了你们这些老人。还是你们的活干得漂亮。我已经跟董事会打过报告，明年开年一起上。谢谢李总。我们只不过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盖楼，能帮公司把项目拿好做稳，这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。李总，您找我？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这儿没谈完。行啊，让他直接告诉我就行，好吧？我没问题。啊，等一下啊！怎么跟这儿站着呢？李总不在啊。我帮你。相面呢，在这儿。哎，李总，有事儿问你一下。嗯，你说。那个部门项目组每年是不是有奖金池啊？啊！哎，我听他们说今天是在年会上发，是吧？包间的账目，你去跟财务对接一下，别人我也不放心。没有，没事的话我就委屈啊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人嘛，高处走低是什么滋味我清楚，在这一层做过的人也清楚。可是你自己不是还要回来吗？我知道，我。你是我带起来的，我了解你。有时候我了解你，比你自己还了解自己。这人吧，不能有超越了自己年纪的意识，这样很容易被蒙蔽心智。你的年轻也是你的武器，但同时也是你的弱点。我们绝不能被人抓住弱点。我当时相中你的时候，就是看中了你身上的傲气。要做事情，要成功的人必须有傲骨，但是该收的时候得收。你能意识到你现在自己的状态有多么差吗？我
不用跟我解释。我没有责备你，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，调整好自己。我把你藏起来可是用心良苦的，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冬天的蛰伏也是为了迎接春天的重新绽放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李总。去吧。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这个李若真的是够绝的，项目背书一眼都不给我看。他面上什么都好说啊，这背地里手比谁都紧。反正是我招聘的实习生，他一概都不用。你说他就不明白自己被提上来是为什么吗？他比我进公司还早，你说他能不明白这点事儿吗？如果他是因为有了家有了孩子，他怕自己呢牵扯进去，我觉得这倒还好，就怕是厉总给他的示意，他才如此之小心。那问题就在敖寅身上了。尹总，我现在无论是追多少预算他都批呀，追多少他都批，这就是代表着这里面的水够深的。咱不能老这么被动了。停停停，别叨叨了，行吗？不是，咱什么时候才能反击呀？先让他们好好过个年。去吧，你也找地儿去吃点东西。Yeah.